大家好，我是晨昕，欢迎来到运动女生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再一次在一起做一个大概30分钟左右的运动。我们今天要着重于做腹肌跟背的健身，让我们的前面小腹跟后面的背都没有太多的赘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跟之前我们常做的运动差不多，我们先做暖身运动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做4组的动作，每一组2个动作，每一个动作做20秒钟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每一组我们要做连续4次，然后才会休息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会用伸展操来结束，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OK， 那我们先一起来做暖身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做向左向右的弓箭步，向右，然后左手向右边伸出去，然后换一边。我们今天会着重于做腹肌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开始暖身我们的左侧跟右侧的腹肌。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我在讲这两块肌肉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做 walk down， 有点像是从站着变成做核心运动的那个动作，然后用双手的力量把自己推起来，然后再向下。准备做下一个暖身运动。下一个暖身运动呢，就是向右向左的旋转，然后第三次的时候把另外一只脚举起来，向我右脚去碰左手的手肘，向左向右，然后手肘碰膝盖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做原地跑步的动作，渐渐的开始增加心跳的速度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会觉得好像身体开始温暖了起来，代表你的暖身运动开始起作用。再我们下个动作做交互蹲跳，哎，这是叫交互蹲跳吗？也许我的频道就是来研发奇奇怪怪的名字的动作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进行我们第一组的动作。第一组的动作呢，我们首先先做 burpee 就是这样的。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做 crunches。跟仰卧起坐有点像，但是呢，不是直接整个坐起来，我们就是手指头想办法超越膝盖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做第一组的动作 ，burpee。每个动作我们会做20秒钟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会很无聊的话，可以放点音乐，我是不喜欢听音乐的，但是你们可以在家自己放。呼，好休息，在家运动就是有这种好处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听音乐不听音乐。Oh, crunches， 准备。准备做 burpee，
如果你没有办法做 burpee 做一直用跳的，等一下秀给你看，作用就是走的。7秒钟，2、1，好，第二轮完成，在2轮第一组就做完了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跳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就好，慢慢的进步，不需要做就是进阶的动作，最主要就是你这样持续的动，不要放弃。如果你需要改成叫初阶的那种动作的话，也是可以。反正我们就是一起进步就是了。10秒钟。OK， 休息10秒，最后一轮，最后一组 burpee， 第一组快结束了。 OK， 我们第一轮第一组结束，我们开始准备要做第二组的动作。第二组的动作是提膝的跑步跟超人，但是是由左边的超人变到右边的超人到左边的超人，这样子做。我们练呢，这就是练我们的小马甲线。提膝的跑，这动作配这个发型不是很方便，上面那一颗一直跳一直跳。OK， 休息，等一下超人动作我从这边做好了。想象你的背，你的身体是一个弓箭的那个弓的那个形状，向右，然后向左。OK， 我们练腹肌啊，不是只练前面就好，背部的肌肉也要练。不然会不平衡。如果累了，这动作不想做了，我们可以用提膝的走路，像我现在，头发需要改变一下，这一坨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完了，快没时间，下个休息再做。好忙啊我。OK， 继续处理我这个发型，我看还是马尾最好。
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不是膝盖吗？哎呦，你们先坐。完了，我头发卡住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边跑边绑，也是行的。OK， 休息十秒。我们剩下两组的超人，哎，对，剩两组超人。最后一个提膝跑步，下次我就知道了，运动不要绑一个包包头。准备最后一个，你看得出来我也累了吗？很好，第二组的动作我们完成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休息久一点，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告诉你我们下一组的动作。下一组的动作我们有 mountain climber， mountain climber 就是这个动作， OK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动作跟仰卧起坐有点像，起来的时候右脚收起来，然后就收起来。然后去碰另外一只脚，我等一下再做给你看。是 mountain climber， OK。OK， 休息十秒。待会动作呢，就是仰卧起坐，起来的时候脚收起来，右脚去碰左手，然后右手在背后扶着。很好，第三组的第一回合结束。刚刚的动作可能没有做够，会重心不是很稳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就是慢慢的练习，慢慢进步。6 5 4 3 2 1 OK， 第二回合第一个动作结束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家空间不是很大。躺下去的时候，有时候都会碰到桌子。OK， 10 92 1，我偷懒了2秒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剩下最后一轮。OK， 我们第三组的动作完成，接下来呢，告诉你第四组动作是怎么做。我们也是做 burpee， 但是这次比较不一样。我们跳回来的时候，右脚向前站起来，然后第二次左脚向前站起来。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就是侧边的把腰挺起来。OK， 我们准备开始。剩下不到10秒，你可以的。OK， 我们先做，躺在右边，然后把右边的腰挺起来。腰的力量去向上，剩下不到10秒，我已经可以感受到不止我的腰，你我的脚的肌肉都运用到，很好。好像比较不会喘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换左边，躺在左边。感觉好像时间过得比较快，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喘。OK， 我们准备换右边。好了，我们剩下第四组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就正式结束最喘的那一部分。
你可以跟心灵的其他女性朋友们一起来你家，然后我们全部一起来做运动。OK， 太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运动到此为止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没做那个伸展操，伸展操很重要，一定要做。你不可以现在就离开我，你还是得跟我在一起，在一起再大概5分钟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用慢跑的方式，让我们的心跳渐渐的下降速度。然后记得等一下运动完后要喝很多的水。先来做三角形的动作。 我自己是叫这个动作三角形嘛，但是瑜伽的人不知道这是叫这什么动作，搞不好我需要查一下告诉你。我们先伸展双手双脚的肌肉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右脚收起放在前面，然后挺胸来舒展一下前面腹肌的腹部的肌肉。再来呢，我们把后面那只脚举起来，然后用同一边的那只手去扶你的脚板。吃到我的汗水，有点咸，可能最近吃太咸了。再来我们换边，换左脚到前面，把脚放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躺着，把右脚举起放到左边，然后看右边，我们伸展右侧的腹部肌肉。举起膝盖弯曲放到右边，然后脸转向左边。OK， 再来呢，我想要做这个有点像小狗的动作。你双手双脚膝盖放在地上，然后呢把背拱起来，然后头放松，吸气
然后吐气的时候呢，想象你把背往下压，然后头举起来，然后再回复刚刚拱起来的那个姿势，然后再向下压的动作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结束了。 OK， 恭喜你完成今天训练马甲线腹肌背肌的动作。我真的是满身都是汗。希望呢你觉得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，然后想约你的朋友们跟你一起在家运动。那我们下次要做些什么运动呢？那就敬请期待吧，拜。